戴帽子哦，戴那个咖啡，穿个咖啡衣服啊，那个是在杜拜买的，那一件的话是阿拉伯的官服哦，因为我们呢，这个在杜拜的时候不是去采访船长饭店吗？船长饭店的话要穿正式的服装才可以进去哦，所以呢，那一套的话是在杜拜买的，而且在杜拜只穿一次。那次就是到帆船饭店了，到帆船饭店去采访哦，然后呢回台湾也没穿过，那再穿就是你们看的俊宝贝博物馆哦，然后再穿第二次哦，谢谢啦，我们 up 直播好看宝宝到节目哦，这个再次谢谢哦，我们很多支持我的朋友他们都是知名不具了哦，知名不具就是他们支持汤炫老师的节目啊，不好让人家知道哦，所以我也要这个尊重他们的这个隐私权哦，在这边也要谢谢啊、哦、那一些知名不具的朋友哦，都热情的这个帮我们呢参加送 UB 换好礼活动了哦，而且他们是知名不具啊、哦、张经理没有上班，今天张经理排休假哦，我说张经理有没有上班？没有，张经理一个月有八天嘛，哦，八天可以排，哦，所以呢，他今天是没有排上班。来，有一条歌叫做《大船入港》，吼，来，观众朋友先来欣赏这条《大船入港》。
大船离港哈，离港了哦。这个大的船要离开这个港口，那这个代表什么？相爱的人要分开了啊、哦，所以一定是挺难过的。这一首歌就大船离港，大船离港，大的船要离开港口的啊。啊，你看，老师这边哦，好多的电线哦，电线特别多哦，因为很多手机在直播。嗯，然后还有两只手机在放音乐，轮来轮去啊、哦，所以我就边播的时候，你看说老师你在忙什么？我在找电源，把电源找到了，没有到时候播到一半又没电啦，它没有线漏气了哦。谢谢啊、哦，会不会电线走火？应该不会吧？啊、哦，应该不会，因为这些电都是插手机啦，手机还好，因为它。电不是很强啊，离港啊，他那个离不是离港啊，离开的离，离开的离啊，港口的港啊，大船离港啊，大船离港啊，好、哦啊，谢谢啦，周家。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每天中午12点在 UP 独家直播啊，谢谢幕后的台湾万花筒。那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an 啊。我们节目如果有出外景的话呢，那台湾万花筒就会停播一次啦哦，所以上个礼拜呢出好多外景哦，那当然出外景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有送 UB 换好礼哦，要恭喜呢这些有换到好礼的好朋友啦哦，送 UB 换好礼真的要恭喜，拿到好礼的好朋友，老师跟你说多谢恭喜哦。Congratulations 啊、哦！这个喝冰，这个冰的话是，对啊，喝太凉的是不大好。不过我这个不是一般的冰啊，哦，这是宜兰哈、哦、那个阿嬷有没有？阿问阿嬷呢？她手工做的仙草啦，仙草啊、哦，仙草蜜，仙草茶啊。哦它这个是手工的，勾扎米的啦，这个是阿嬷才有在做的勾扎米的哦。老爸下午5点半左右过去方便吗？哦，他有人要5点半来找我，我跟他讲 OK 啊。好、啊，欢迎啊、哦，欢迎，因为。那个我干儿子啦，我干儿子要拿那个油饭给我啦，因为他儿子满周岁了，哎呦，我也帮我这个孙子准备好礼物了，你知道吗？哦，咱要共食油饭吼，阿公食油饭爱共传礼物，我传什么？我传一个红包，哦，我传一个红包，过来呢，我传呢这个金镶玉啦，哦，我是讲吼。哦，阮的金孙安尼吼，披金戴玉，所以我准备一尊金镶玉要送伊哦。有红包，有金镶玉啊、哦，另外还有呢，我要送他呢2个啊、哦，这个我们的千眼菩提子啊，阿伯阿孙的一个，因爸爸一个了啊、哦，这是三大好礼啊、哦，我今天会送出，那送给呢这个陈泽宇啊、哦，那恭喜啦。有陈泽宇都叫我干爹，有人叫我干爹啊，他生儿子，啊今天要带油饭来给我吃啦，哦哦，也好久没有看到我这个陈泽宇了，大概跟他谈一谈，
我知道他的工作的话是呢，这一个做呢这一个啊、健身教练呢、啊。小皮球问我说红包多少 ？How much？ 应该还好啦，哦、大概一般人两天的薪水吧。哦，大概我估的话，一般人工作大概两天的薪水，大概两三天的薪水吧。哦，我想应该还好，不会说特别多啦，但是也不会很少啦。哦，大概我就在想说。一般人的工作薪水就是两三天的薪水，大概这个数目了哈。那当然也是我这个做阿公的一点心意啦，对不对哈？那我觉得有时候红包 red envelope 它也不是在比较说多少，哦，也是要看当时的状况啦哈，还有看看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啦。这个红包基本上是不要比来比去啦，哦，卖比来比去。像母亲节我也包一个红包给我妈妈。哦，我有包一个红包，那我知道我二弟会包啦，那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包，其他的弟弟都没有包，只有我跟我二弟吧，因为我二弟在当公务人员，他是高考及格，所以他有时候他要包，哦，他昨天来啊，昨天来台中看我妈妈，那我其他的弟弟都没包啦，那我也不晓得我二弟包多少，那我自己是包6000啦，我自己包6000。不过我说真的啦，我说真的就是说，其实包钱给我妈妈哈，哦，没有太大的意义，哦，我觉得真的没太大的意义。主要是我妈妈都坐轮椅啦，我觉得与其包钱给她哈，哦，带她出去玩更有意义啊，哦。所以呢，我每个礼拜二老师公休有没有？我礼拜二没有直播嘛，我就带妈妈出去走走啦，最早会跟她吃午餐。那这个五月呢，我们要安排2天1夜，要带妈妈去住那个新竹，哦，新竹有一个乐园，那个叫什么乐园啊？哎呀，我现在临时又忘记了，就是要带妈妈去新竹，哦，然后2天1夜，那再到101，哦，那个景观餐厅去吃饭，哦，那个新竹那个乐园叫什么乐园呢？哦，好像小朋友很喜欢去，哦，这个比较有这个那个乐园，听说里面比较有那个，小朋友可以考验智商的，是吧？那个乐园有没有人知道新竹有什么乐园啊？啊，昨天兰蝶跟我碰面，兰蝶知道啊，那个乐园我一讲，兰蝶她知道啊，哦，是新竹有一个乐园，那个乐园叫什么乐园呢？我是可以查得到，不是小人国，它里面可以住宿，它里面可以住宿了哦，里面可以住宿，我确定不是小人国。哎，我看一下哈，哦，现在老师有年纪的，这些行程都是张经理在打点的哦，那张经理他打点安排。那我看一下，我看小抄一下，这个新竹。哦，来看到了，这小超看到了，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有人听过小叮当吗？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啊，哦，对，我带我妈妈去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对啊，2天1夜了啊，哦，因为他现在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他们那个住宿哈，还有送元气早餐2克，专人份的下午茶，还有送呢小叮当的科学主题乐园门票2张，还有呢晚上的 DIY 活动嘛哦，对，啊反正我也没去过啊，没去过，但是我看这个房间还挺大间的，哦，它一个房间呢很大，它那个2张双人床啊哦，所以。我们这样一去就会订3间，啊，因为的话，总共的话是6个大人2位小孩，啊，会订3间这样子啊。好，这个是要带我妈妈去走一走了哈。泰轩老师也在这边啊，勉励我们观众朋友啊，如果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啊，我们做晚辈的，啊，你没有带他出去走一走，他永远都是在家里，他也不会出去。哦，然后呢，你就帮他安排大家出去走一走，哦，这个是应该的啦。我们就是将心比心啦，
老师都觉得说，如果以后老了，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对待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要对待这些长辈，好不好？好，来，下一首歌让来听啊，记住听啊，好，来听住才去表瓜，嗯。那是天注定啊，人话嘛会讲，情深听袂散，何为长久转？仍是天注定，要阮通开行，袂当独爱你是我的命。啊，心肝。亲像倒地歌，冷风叹心肝。谢谢，现在收听的这一首的话呢，是郑俊威的《踢住你啊》啊、哦！我们现场的贵宾，大家好。
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每天中午呢12点在 UP 独家直播台湾万花筒，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啊。那今天呢，台中呢风和日丽啊，今天是啊我们5月17号 ，Today is Sunday。那来说说昨天，昨天礼拜六呢，我们又出外景哈。那昨天到哪里呢？到台南永康环公路29号，我们台南立康中草药产业文化馆啊、哦。我们的立康呢中草药产业文化馆呢，它呢是荣获呢我们经济部工研院优良观光工厂评鉴啊、哦，而且的话，他们的营业额啦哦，这个招待客人的这个数目，也是呢我们台湾所有的观光工厂当中 top one 的第一的，然后呢也是呢我们国家磐石奖的得主，就是我们台南立康中草药产业文化馆。在这边呢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啊、哦，有空的话带家人出外踏青去走一走，就可以选择我们台南立康中草药产业文化馆。当然呢我们好看爸爸照节目呢要再次谢谢我们受访的店家帮我们热情的赞助支持好礼，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进行送 UB 换好礼活动啊、哦，像我们的立康中草药产业文化馆昨天呢提供给我们的好礼呢，来老师给你们看一下，还有最后一份呢啊、哦，如果要拿的朋友啊告诉康健老师啊、哦，我最后一份而已 The last one。 好，这个我看哦，他一份的话呢就是台币1000哦，或 UB 2000跟你们兑换哦。那这是昨天呢我们呢好看爸爸照呢厂商赞助的我们最后这一份啊、哦。我们呢这个立康呢中草药产业文化馆他们昨天赞助的呢啊、哦，一份里面第一个是综合坚果，这综合坚果里面呢有30包啊、哦，30包大概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天呢就吃一包综合的坚果就够了啊，就30包。那这个的话是600元，好的600元，好。然后呢，再来第二样的话呢，哇，来老师拿给你们看哦。那我们最后这一份啊，如果说要换的朋友啊，我不是在卖呢啊，我卖我不能乱卖啊，因为人家他们这个是大品牌，立康生医。来，这个的话呢是养生灵芝精饮。这养生灵芝精饮总共有10瓶啊、哦，这一个礼盒的话呢，养生的灵芝精饮呢，它是台币1000，所以1000对不对？再加上600，好、哦，这样子的话呢，当然是台币1600，啊、哦，就是两个礼盒台币1600，啊、哦，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只用台币1000，或者是 UB 2000跟各位贵宾兑换呢、哦，哦，我们就剩下最后这一组 ，the last one 啊、哦。如果呢今天有看到节目啊，你要换的朋友赶快告诉老师，因为只有一个名额，换完就没有的啊。要换的朋友可以在荧幕上告诉老师加一啊，自己吃送礼送人家，哎，这个都非常的高雅大方，而且最重要呢是大品牌我们的立康呢中草药产业文化馆他们的东西啊，就是高品质啦啊，就是台币1000哦，只有一组而已，有需要的朋友啊、哦，可以捧场的朋友再帮老师加一了哈、哦。好，谢谢。这个是我们昨天呢，我们外景节目好康爬爬照哦，有看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哇，看到就是赚到了哦。其实看汤炫老师的直播节目，跟一般的节目很不一样哦，因为呢，我们有出外景。然后呢会介绍很多很棒的地方让大家知道哦，也增广你们的知识嘛，对不对哈、哦？来下一首歌老师来为各位献唱苦酒满杯，来宾掌声鼓励鼓励，人说酒能解人愁，为什么饮尽美酒他
还是不解愁，北地欢迎总是梦中人，何处去寻找他，我还是在镇上古酒满杯。我说酒能天能酬，为什么分不清楚是酒还是泪，腮边泪痕总是不会干，让他去泪滂沱，我还是在枕上苦酒满杯。莫说饮酒不知愁，为什么它有甜蜜也有苦伤悲，酒和人生总是分不开，让我去沉醉吧，我还是在枕上苦酒满杯。哟，我们的苦酒满杯，谢谢，献给大家哈，来。啊，咱过来呢，听好听的歌曲，《雪中红，雪中红》。谢谢我们现场的贵宾啊，520，我爱你，对不对？谢谢大家进来，大家的祝福，谢谢。Thank you.
用谢谢，好听的歌曲哈，刷中昂呐哦，谢谢。刚才小皮就问我说，老师啊、哦，最近还没有好看爸爸照哦。我看那个档期哦，五月份的话好像目前没有啊、哦，因为我一个月的话就做八场就好了，好看爸爸照做八场就可以了啊、哦。那这个他都排在前面了，前面都做了做完了。我这个月已经做几场好看爸爸照了，有做八场的吗？我来看一下哈，我一个月只要做八场就好，也不做多了啊、哦。我看一下，做了袜仔王观光工厂5月4号，然后呢5月6号国宝酵素，5月7号宜兰的益德食品，5月8号益米特创意美食馆啊、哦，就是。再来5月11号，先赚到海洋食品文化馆。5月14号，这个宜兰的俊宝贝博物馆。5月15号做蔡东燕啊感人的故事。那5月16号，就是昨天做台南利康中草药产业文化馆。所以好像我八场已经做完了嘛，我好像八场做完了。Andy， 欢迎 Andy， 你好 ，Andy 进来了哦。来说一下我们呢，5月15号蔡东燕哦，她感人的故事哦。这个蔡东燕哦，这个她这个因为呢这个意外事件呢、啊、哦，那她呢为了保命所以截肢哦。她今年只有24岁嘞，我们各位年轻的朋友，你可以想想看吗？一个24岁的年轻人哈、哦，因为意外事件，对不对？然后的话呢，为了保命哦，所以医生呢就把他的左脚把他给切掉了。他现在没有左脚，那右脚的话其实神经也受损了哦，所以的话，这个根本一辈子啊、哦，一辈子没办法走路哦，24岁。那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发生在去年了啊、哦，那。蔡东汉呢，他家住在台中市外埔区长生路500号。那目前呢，是由呢83岁的老奶奶哦在照顾他，然后还有我们社会局啦，我们的义工哦，还有呢善心人士哦，包括呢我们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啊、哦，我们呢这个老板啊、哦、徐启焕，他也都是呢为善不与人知啦。其实。很多人就是默默的在帮助呢蔡东汉啊、哦，那他一下子在这边呼吁蔡东汉呢，他呢每天晚上可能7点到8点之间他会开直播，那他的直播呢是在 FB Facebook 啊、哦，那他开直播呢就是在卖东西，卖一些饼干啦、糖果啦，这些都是善心人士哈、哦，拿高品质的产品给他卖啊。哦，那在这边谭小师就是呼吁一下啊，我们 UP 的好朋友啊、哦，这个如果呢你晚上的时候呢啊、哦、7、8点有空，那你就可以呢打开 FB 看看蔡东汉的直播。他本身的话呢是左脚截肢下半身瘫痪，24岁的年轻人蔡东汉啊、哦，在 FB 东的话呢是冬天的冬哦，对不起，不是冬天的冬，东西的东，那个东是东西的东，汉的话是翰林书局的汉，蔡东汉哦。再请大家呢能够呢一起，我们一起啦，人机几机，人力几力啊、哦，如果做得到的话呢，大家行善最乐哦啊，千万这个不要吝啬啦，行善最乐，为自己积福报哦。来，春夏秋冬一起来欣赏。
哟，谢谢。来，这首歌叫《春夏秋冬》哦，春夏秋冬。那春夏秋冬的英文呢？春天叫什么 ？Spring， 夏天 Summer， 秋天 Autumn， 冬天是 Winter。啊、哦，我们说嘉凯啊，好久没有看到嘉凯了。嘉凯你好，哇，现在有看到通讯老师吗？有跟老师挥挥手好不好？啊、哦，我们台南的嘉凯，我昨天也到台南呢。哦，昨晚嘛去台南呢，吼、哦，遇到我们的嘉凯进来，好久不见，英文要叫 long time no see 啊、哦。在我们呢这个 UP 直播呢，台湾娃娃筒，康轩老师有一个单元哦，就是空中为你传情啊、哦，空中为你传情，因为有些人吼、哦，啊吼、哦，想要跟对方讲事情，拍谁，你在边那讲呢，所以让康轩老师呢。帮你搭起友谊的桥梁哦，来，我看嘛，什么代志哦？是阿嬷说1000块可以包20颗，可以下周二8点半带我回家种子哦，好好玩哦。啊，这个包种子1000块包20颗可以哦，因为有一位阿嬷很会包种子。阿嬷包的粽子好好吃哦，所以我就想说1000块，请阿嬷帮我包粽子，啊、嗯，他说，阿嬷说包20颗可以啊，可以我就请阿嬷帮我包，哦，这阿嬷的手艺很好啦，哦，因为端午节快到了，有没有？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快到了 ，Dragon Boat Festival， 哦，来，我们来空中传情，空中传情。我看看这一位他有办法接电话吗？哦，
现在在节目当中在做空中传情这个单元，有观众朋友要把情谊传给小雨，小雨目前方便接电话吗？还是我直接帮你念？好，我问一下这个小雨哈，来，我先问他本人，如果他可以接电话的话，我就有观众朋友要把情谊传给你。小雨目前方便接电话吗？还是我直接帮你念？好，我问一下小雨哈，空中传情啊。啊，观众朋友，如果要参加这个单元空中传情的话呢，8253TC 哦，你都可以用 LINE 告诉康丽炫老师啦，8253TC 啊、哦，告诉我。那老师的话呢，会帮你呢在节目当中哈、哦，这个表达心意。来，这位观众朋友呢，要送给小雨这首歌，一点爱醒功。一定要成功啦，现在听听看，一点爱醒功啊。小雨的话，他呢本名叫刘宗伟，81年9月17号生，他是原住民泰雅族，光复高中毕业，目前身高176公分，体重80公斤。要祝小雨一点爱醒功，希望刘宗伟先生有收到哦。
哟，这首歌怎么成功呢？是献给呢，目前呢住在新竹我们刘宗伟先生啊、哦，他呢艺名叫做小雨啦，81年9月17号生日，身高176公分，体重80公斤，是我们泰雅族的年轻人。那我们来看看小雨的话，现在他方便接电话吗？我来看看哈、哦，哇。小雨的话在开福的喷大哦，陈永杰爱表在苗，阿郎一起乖准备成功呢，哦，伊这是空中传情啦、啊，啊、哦，也欢迎那个永杰啊，你可以赖给汤丽倩老师8253TC 哦，然后老师来帮你空中传情哦，这个今天呢乖准备成功呢，是呢我们一位呢。啊，观众朋友要送给刘宗伟啊、哦，谢谢你啊、哦，我们的郑如慧说没好久没看到汤丽倩老师了，你好，如慧，欢迎有空常常进来啊，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对不对？在我们 UP 主持的台湾万花筒这个节目啊、哦，有空常常进来，然后呢，我的节目呢有一段呢叫做空中传情。就是帮我们现在的朋友哈、哦，接我们的节目传达情谊啦。那今天呢，我们一位知名不具的好朋友，他呢，刚才那首歌《歪点没成功》就是送给刘宗伟哦。那刘宗伟先生的话，他呢是泰雅族的年轻人，非常的健美，自己有在练健身呢、啊、哦。身高176公分，体重80公斤。那目前呢，我们中伟呢，他是呢 Foodpanda 的外送员。我们这位关心他的观众朋友要告诉刘宗伟先生哦，天气热了，你在外面呢送呢这个餐点好辛苦哦，你一定要多喝水，不要中暑了。哎呀，真的太温馨了啊、哦！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们刘宗伟啊？为什么？观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忽然之间有一个人很关心你，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哦，这个难道就叫来电了吗？会是叫来电吗？哦，那这个知名不具的观众朋友真的对呢我们小雨刘宗伟的印象很好，他都知道宗伟已经有女朋友了啊、哦。不过的话，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刘宗伟保持互动，大家多了解了哦。那他会在默默的祝福我们的泰雅族青年刘宗伟小雨哦。好，这段空中传情呢，我们呢也会把它呢寄给刘宗伟哦，让他一定听得到、看得到。好，我们的老公进来了，老公你好，我是汤丽倩老师，你在哪一个县市啊？欢迎你进来。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您了哈，欢迎呢、啊，欢迎每位观众朋友能够热情的来参加呢我们空中传情这个单元哦。老师呢会帮你呢排时间播出，播出之后呢，我会把节目带哈、哦，我会寄给你哦，啊，你可以转寄给那个人，他一定可以呢听得到你为他点的歌。那今天呢，歪点没成功是点给刘宗伟先生。好，哇，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很快哈、哦，要接近尾声了。我是节目主持人汤丽倩老师，真的谢谢大家对汤丽倩老师 UP 直播节目的支持啊，都想因为支持因为鼓励，支持鼓励很重要哈、哦，也给汤丽倩老师呢能够呢啊做节目越做越有兴趣啊，越做呢火力越旺旺旺，这个都是呢我们来宾的功劳啦。来啊，为了感谢今天收看我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汤炫老师为各位献唱这首《七斤逮谁干》。今天呢5月17号2020礼拜天，祝福大家周日休假愉快咯，你们要平安喜乐健康。开一幕
好了，用用怕机关的乱忙，请求海椒要你出版。几声几声念着你的名，请教阮尊尊心听，敢有影敢水哪会干？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不管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海银破浪，泳泳拍起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出帆。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真甲阮阵阵心疼，敢有影干水哪会干？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不管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不管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痴情大西江，多谢大家无弃嫌，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汤丽萱老师呢为你们献唱的歌曲，那当然呢，如果喜爱汤丽萱老师 after 独家直播，我们呢啊台湾万万统这个节目啊，记得每天中午12点我们锁定。那今天要谢谢我们线上1036位我们 after 的贵宾。帮我们热情的支持观赏，谢谢咯，我们明天礼拜一再见咯，大家午安，拜拜。